唱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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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 阿武，来，咱们喝一个。什么？阿武，咱们这么高调，在江州城的行踪已经不是秘密了。万路门估计已经有所行动，说不定已经布下了。哎，吃饭还堵不住你嘴啊！来，小叶，喝一个。来，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江武在这儿。 谁叫你绑在这儿？陆朝阳，陆朝阳，来！你要是敢透露一点关于我的消息，我完了，你也完了。你想清楚，你一个人能在万路门活下去吗？他在哪儿？行，这次你帮我糊弄过去的话，我再也不绑你，让你自由活动。 也不打你，也不骂你，也不欺负你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帮你摆平一切，啊！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不知道？你不是说他入你的梦吗？跟着我说，他入我梦，是让我给他做好事。他。 他入我梦，是让我替他做好事。那他怎么将你绑起来的？我自己绑的。你瞎扯什么呀？你会不会撒谎？既然是你自己绑的，那你一定有办法自己解开。 解给我看。 你再告诉他一遍，你解开了。我解开了。原来你可以自己解开的呀。 老大，门主，西月峰、秦芷烟盯着他，有任何异常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哎，夹在你们两个大魔头中间，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。你以后说话给我小心一点，小丫头。我叫芷烟。小丫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不能好好叫我的名字吗？ 不能，现在外人眼里咱俩是一张脸，那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你丢脸就是我丢脸，而我的脸不能丢。为什么？我陆朝阳从不丢脸，可是别人眼里也看不到你的脸啊。多嘴，谁知道我这样能持续多久啊？总之，我用了你的脸，你的脸就是我的脸。听着，万路门不是好混的地方。 要想在万路门站住脚，
要么就靠实力说话，靠不了实力就要学会抱大腿。我来万路门是想靠我自己的力量给我爹报仇的，抱大腿这种事情太有损气节了，我不去。哼，气节凭你？嗯，你论功夫连个低等门徒都打不过，还谈气节？你那气节未来一定会被低等门徒踩得连狗都懒得看一眼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之前给你搞到一个厉晨岚徒弟的身份。真的？你真的当厉晨岚徒弟了？不是我，而是我和你。你怎么弄到这个身份的？你别管我怎么做到的，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是个有身份的人，若是遇到哪个门徒不长眼敢欺负你，记得撑住场面别露怯。嗯，哦，明我有事出去，不在戏月峰，你自己想办法搞些提高功法的丹药。你现在的修为少的还不如我以前养的猪多，你得多吃点药提高提高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也应该多吃一点。就那天我们在北山主门口的时候，那个门卫吼吼吼咻一下你就倒在那个门口了。还有啊，我们从千尘阁一路走到万路门，别说顺行术了，其他低级一点的法术也没看到你用过。哎，说实话，你身体里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功法了吧？我看这折腾一天你还不够累，不如你下山给我做好事儿吧。可是那些门徒会欺负我。嗯，有我在保你不吃亏。江州城啊，说是武林中最繁华的地方，无论是宗门人还是逍遥客都在这里，有吃有喝有玩，真是好地方。吃喝玩乐少不了，但还有件事儿要办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刚收服了新山门，门内事务还需要打理一番，这么急着来江州城，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吧？我江武要的是扬名立万，江湖上人人听到我的名字，不说的是吓得尿裤子，但至少也得是闻风丧胆。那我们这次来干什么？搞事情啊。搞什么事情啊？还没想好，下面再说了。走了半天了，也没见谁需要帮助啊。那也得做。嗯，好吧。那儿有个小孩摔倒了，你去哄他一下。这么大个小孩掉糖葫芦还哭啊？少废话，快去哄他之前记得叫我的名字啊。快去。老板，你拿一串糖葫芦。嗯，拿，别哭啦。谢谢。这个是陆昭阳让我给你的糖葫芦。女魔头又来抢我糖葫芦了。陆昭瑶，原来你的名字这么响啊。哎，李木头，原来以前你经常前来糖葫芦啊。要你管，赶紧找好事做。老太婆，别胳膊撞死啊！哎，你去扶那个老太婆，扶她之前喊我名字啊。哦，行行行。
老奶奶，没事吧？是陆朝阳让我来扶您的。老奶奶，别害怕，陆朝阳。走，什么车夫？是你撞的我？啥？啥？啥什么啥？赔我钱，我要去看大夫。你，我没有。没有。你不许走啊！哎呀，双人不想破。一个臭男人还装老太婆讹钱。我要看大夫，我要看大夫。哎呀！是个男的，你才发现啊！走，别管他。哦。门主，属下暗中观察这宗门女子许久，发现她浑身都是异常。她做了什么？今日他去顺安镇给一个小孩买了一串糖葫芦，结果那个小孩被吓跑了，然后又救了一个想讹人的骗子，这骗子也被吓跑了。他还做什么了？其余的没什么了。知道了，继续盯着。是。你到底是谁？太阳都要下山了，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人需要帮忙。哎，女魔头，不然咱们先回去吧。你先回。回去之后就别再出来了，我要去个地方查查账。查账？查什么账啊？哎，女魔头！原来晚上就会现形，那这药有问题啊，得顺道让人去改改。踹了一个老太太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对我赚钱有影响。不过今天做了那么多好事，甚至还帮人试了药，应该没事。站住！红色的，你不能进。为什么呀？你的钱不够啊！不可能，我今天做了那么多好事儿。这一个人呢，一天只能给一个七指地的人做一件好事，多余的不记账，全部充公。你今天应该是找了一个人给你做善事吧？到账100钱。不过咱们这个小店是要记账10000钱往上才可以进的。且不说你们这个一人一天只能给一个成员做好事的规矩有多混账，就说是1000钱吧，人家到账是1000，凭什么我是100？有疑问呢，你可以去大元气钱铺去找他们去啊。什么名字？办什么业务？
陈继山、陆昭瑶，这两天有人给我做了几件好事，我怎么只到账100啊？陆昭瑶是吧？你生前有杀戮罪、妄言罪、欺诈罪啊，罪名实在太多了，每个罪名扣一成钱，到最后你是没有钱的。可因你有救赎德、善行德，给你加了几成，综合算来七七八八，人给你做一件好事，你拿到手就有一成钱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这个钱铺机构是根据每个人的功德和罪恶来评断他拿钱的多少，如果犯罪多就得钱少，如果行善多就得钱多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事吗？没有，下一个。我不买东西，我上次在你家，我没货退，也不要你给钱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们家药丸有问题，你给我解决一下。什么问题？我吃了那药丸，身体的功法恢复了一些，还附带隐身作用，但是这隐身作用只有白天管用，晚上就没了。哦，好了，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就这样。不然呢？这空空丸本就是尚在开发的新药丸，你上次拿药丸的时候不是也给过你钱了吗？好了，你的反馈我们收到了。哎，说好的售后呢？售后有啊，但是他们有，你没有。凭什么我没有啊？你钱不够啊，售后也是要钱的。嘿，你。万万没想到，我招摇一世，竟会在这七指地吃瘪。小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唉，钱钱钱，我陆招摇竟会为钱所困。这七指地，对我等横行霸道、祸乱世间的逍遥客，充满了歧视和恶意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让更多的人帮我做好事。哎，小姐姐，听说江州城鱼龙混杂，事情也多，小姐姐不妨去那儿试试。江州城，从陈继山去江州城，以我现在的体力，至少也得3日。姐姐，若是想省下脚程，可以从七指地西城门离开，那儿的出口直接通江州城。月珠，贼呢？阿荣，他跳墙跑掉了。
陈兰这么晚来，可是有要事商量？并无要事，只是想来你这里讨杯茶喝。行。陈兰每次到我这里讨茶喝，都是心烦意乱之事。我劝你还是看开些，有些人有些事真的没法强求。听说剑冢已经挖空了，当年你是如何面对的？当年我也是不肯接受，保留了他的尸身，求索数年毫无进展。我想这大概就是天意吧，让我无法再找回他了。后来我让月珠入土为安，也算是放下了。放下了？那为何还住在这个院子里，还做了一个木头人？习惯了，这里的一花一木都有他的痕迹，我就算是放下他，也放不过我自己。每年总有枣花，忍不住提前绽放，可是我又不希望它们开得太早太浓艳。为什么？轻身不受，惠己必伤，太极致的都太难长久。圣主，秦芷烟呢？刚得到消息，秦芷烟入了万鲁门，并成为万鲁门的弟子，还拜了厉陈兰为师父。拜了厉陈兰为师，这丫头倒是机灵。只是我们在万鲁门行事极为不便，怕是很难将她抓回来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自陆昭瑶死后，厉陈兰接任万鲁门门主。陆昭瑶生前最自豪的不就是万鲁门人的忠心吗？既然对他忠心，就势必有人对厉陈兰不忠。找找看，从万鲁门内部入手。听圣主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有一个人选甚好。谁？万鲁门北山主袁杰。袁杰，此人入万鲁门之前，妻儿竟被我宗门所诛，他对我宗门人可是恨之入骨啊。虽是如此，但袁杰此人极为固执，此前对救了他的陆昭瑶忠心耿耿，听说厉陈兰上位后几次三番策划谋杀厉陈兰，想必对厉陈兰怨恨极深。还有当年袁杰手刃仇人之后，仇人之子却逃出升天，袁杰此人执着非常，势必要将仇人一脉斩尽杀绝，但他追寻多年一直未有结果，而这仇人之子不就在凤山吗？阁主，近来有传闻芷烟姑娘去了万鹿门，还拜了厉陈兰为师，但此事极为荒唐，弟子还未查实，待查实以后再与我来报。是。
师父，当初你不让我与陆昭瑶有纠葛，是早已看到这一天了吗？本以为已结束的，现在却又起风波。禀报卫长。什么事儿？西山姜武今日在江州城露面。西山主司马荣住在江州城，一定要多加布防，不能给姜武一丝可乘之机。是。对了，阿大人呢？回禀卫长，门主最近安排阿大日日盯着那宗门女子，可阿大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啊。门主这样实在是大材小用。门主安排他去的，自有门主的道理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多话了？属下知错。告诉弟兄们，打起精神，盯紧江武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去吧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做点好事行不行？美女，做好事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帅哥，做点好事呗。不做了，不做了。做好事吗？不了，不了。哎，星台，做好事吗？不做，不做。居然还有支摊让人做好事的，有意思。风清月朗，长夜凉凉，不如做点好事以慰寂寥。好啊，怎么做啊？捐点衣服，报陈继山、陆昭瑶的名字。给陈继山、陆昭瑶做好事啊？我超欣赏他的，只可惜那女魔头死得有点太早了。哦，你欣赏她什么？听说她很漂亮，而且难以驯服。驯服？敢把这个词儿用在我身上？我以前是没见过，现在倒是看见一个。很好，小短毛，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说说吧，为什么帮她做好事啊？我做事儿从来不需要为什么。有意思。我把这件衣服捐了，算不算帮他做好事啊？算。等会儿，我都帮他做好事了，可有什么回报吗？你想要什么回报？这个嘛，我要他在天之灵保佑我达成一个愿望。在天之灵，好，你说，你想许什么愿？我要杀了李晨兰，夺了万路门，将他取而代之。哦，有意思。阿武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对，你们俩赶紧的，也捐点衣服。以后咱们入住了万路门，这陆昭瑶就是咱们的开山祖师了。快点的。好小子，懂规矩，我欣赏你。哎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捐点衣服行不行？不捐不捐。哎，你这么喊谁捐衣服呀？我帮你吧。哎，干什么你？没看见小美人需要捐衣服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别，我去捐，我捐，我捐。你过来，就说你呢，跑什么呀？有情怀，有梦想，我万路门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才。你也过来，站这儿。他玩高兴了，又得误事。
那能怎么办呢？站这儿来。哎，随他吧。站这儿来，站成一队，别动啊。脱了。怎么样？这么多人给大魔头捐衣服，够用了吧？我很欣赏你。一般人不敢知道他是你敢，一般人不敢直视我眼睛的，你也敢。不如跟我混吧。不了，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乃新山江武，近来都待在江州城。你要是想通了，随时来找我。滚开。哦，对了，千万别让我知道你们没捐衣服就跑了哦。去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离开江城？这么大个刺头也不见那万路门来将他拔了。你懂什么？这江武为什么待在江州城不肯走啊？不就是因为这是宗门和万路门的交接处吗？宗门不好出手，他们万路门也不好出手，谁要是先动手，江武谁就腹背受敌了。你没看到前段时间江武吞了素家在江州一带的势力，这正邪两道都没人管他。听说江武血洗素家那日，素家家中老婆和幼子一个都没放过，事后江武清理了院子，也不嫌瘆得慌，就直接带人住了进去，鸠占鹊巢，好生嚣张啊。我倒是希望那陆昭瑶复活了，他们俩都是心狠手辣凶狠暴力的主，带着彼此一起去地狱那才最好呢。喂，少年，你就不怕陆昭瑶真的复活了，与那江武强强联手，到时候你们这些市井小民不就活得更加水深火热了吗？走走走走。兄长愁眉不展，可是因为最近江湖中的流言。看来你也听说了。是。那秦芷烟空口无凭，胡乱重伤您，既损了您的名誉，也损了我剑心门的名誉。这也不能怪他。秦余兄失踪多日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只是不明白，芷烟为何如此笃定是我所为。此事必有蹊跷啊。或许是有人暗中想挑拨我剑心门与各宗门之间的关系。既然如此，依我看，不如召开一次宗门大会，借机澄清此事，也可让宗门同僚与我等一起查出真凶。这样也好。那我就吩咐下去了，让他们筹备。好。兄长，我最近听见一个传闻，说是那秦芷烟跑去了万路门。兄长觉得秦羽此事可与那万路门有什么纠葛？我只是猜测，我先去准备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我听你的，在窗前守了一整天了，人没见一个，鸟倒是见了几只。做好事还挺累的，明天你去。你今天没有遇见什么事儿吧？
遇到个红头发的小短毛还挺有意思的。怎么唉声叹气的？明月千里，念及故人，颇为伤感而已。想太多是因为活儿太少，我出门做好事忙成这样，你还有心思伤感？明天早点起来，早点出门，不累趴下别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哎，女魔头，女魔头，哎，女魔头，你先别睡啊！有话直说。我想知道苍岭哥哥现在怎么样了？被关起来或者丢出去了。那到底是被关起来还是丢出去了吗？不知道。哎哎，苍岭哥哥，你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阿武，你把披风给了那个女子，我看她胆大妄为，恐怕来头不小。咱们刚刚夺了新山，江湖上人人眼红，咱们还是少生事端为好。哎，怕什么呀？就是，怕什么呀？哎，阿武把万路门的脸都打了，还会怕别的门派啊？我不止要打他们的脸呢。哎，